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Yeah.彭晴、可南、全女班。星期四的晚上九月二十一号今晚继续全女班有彭晴有可南 ，Hello 可南你好 ，Hello 大家好 ，Hello 大家好。系啊，又见面啦吓，哇，好开心！琴日咧就真系啊，又见面啊，系啊，又见面啦，我哋隔日又见一见啊嘛，系咪？星期五就你同啊，即系朱子尧啦，一齐做节目啦。总之整个礼拜都有全女班啦。咁但系就我哋就隔日见啦。但系好耐冇见嘅就系张曼玉啦，睇到佢一段消息喎，其实都真系啊。系啊，我见到话吓，唔通佢复出咁样嘅时候，都觉得几 surprise 啊！即刻要睇下，即系因为以前我就都即系嗰阵时都几细个啦，去睇佢好多嘅戏啦、电影啦，多数都系睇佢电影啦。咁对佢嘅感觉咧，都觉得佢系一种，即系我嗰个角度就未去到话啊，佢系我嘅玉女嗰一 type 就未嘅。咁但系起码即系都觉得，即系佢对我嚟讲唔会系叫做玉女嗰班咯，因为我认识佢嘅时候，佢都已经应该过咗玉女嗰个年纪啊嘛。系啊。咁但系就即系觉得呢一个 artist 啊，佢好独特嘅，佢系有一种魅力同埋佢唔系嗰种好浓妆嗰啲嘅嗰类咯。咁所以我觉得啊，呢个好有气质啊，即系会系用一个咁嘅角度欣赏佢。嗯，系啊，冇错啦。咁我谂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，张曼玉呢个名字一定好熟悉噶啦，都唔系净系香港，国际上都有好多人认识佢啦。咁啊，由佢少女嘅时代，咁啊选港姐，咁样一路做电视，去到电影，有好多嘅成就。咁跟住然之后就迈向国际。咁跟住我谂，其实呢几年咧都好少见到佢喺人幕上面出现，久唔久都会睇到佢啲新闻，即系譬如话佢之前好中意去唱歌噶嘛，咁所以就有唱歌咁样。出席人哋 party， 有打碟啊。咁样嗰啲啦，咁跟住然之后咧，再之前其实呢个礼拜我哋都有同朱子尧都有讲过，咁其中有讲过即系啦，张曼玉，因为咧就最近有啲新闻就话佢话啲 fans 咁喺法国嘅街头咁咧就野生捕获佢，咁发现啊佢都有皱纹啦，咁即系系啦个嘅人都敌不过岁月啦，咁样有呢啲嘅新闻出嚟。不过好老实讲，五十几岁，咁你想佢系咪敌不过岁月？好正常嘅啫。嘛呢啲嘢系咪？系啊，系啦。咁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 natural， 同埋即系最紧要系唔做作，即系我觉得呢样系好紧要嘅。咁每个人都有唔同嘅 character 啊，即系等于啊我凑仔嘅嗰个 moment 嘅时候，即系哇我都好狼狈啊，去街市啊买餸啊，都一个磨面婆嘅look噶，我都觉得 OK 喎，系咪？即系我哋应该都要接受自己有唔同多面睇嘅自己啊嘛。系啊，系啊，即系除非你谂住选择去我。唔得啦，我要去将呢一刻留住，咁我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，咁包括执佢啊，诸如此类啊，嗰啲咁嘅嘢啦。咁但系果然咧啊，真系原来可能都之前有啲新闻，咁跟住一路发展落去，系咪真系有啲铺排咧？咁样，因为琴日就一个先又俾两条文你睇咗先，系啦，因为跟住你睇住佢消失，系唔系？佢睇佢 sell natural 系啦，咁啊一个即系一个护肤嘅品牌咁啦，系啦，咁啊琴日就 launch 咗啦，喺网上面有一个新嘅广告。咁就喺张曼玉出嚟，咁咧就话好久不见，系啦，咁就同大家一齐见面。咁其实就话佢系好似呢一个嘅制作人嚟添啊，其实佢有份系啦，制作佢呢个短片。咁其实即系话佢阔别荧幕都一段时间，咁大家成日都话啊去咗边度啊，咁样诸如此类啊，咁样嗰啲嘢咧，咁样，咁佢就拍咗一套即系短片，咁咧其实就讲佢话佢好似就坐喺个咖啡店里面，跟住然之后喺度写信，就讲翻佢点样去爱自己咁。因为其实我谂即系大家都好明啦，分享翻佢以前就话佢自己好忙，咁就冇时间打理自己。咁而家咧就即系觉得啊，我都一定要好好咁样去把握啲时间啊，咁啊一定要用好多方法去爱自己啊，同自己相处啊咁样。咁啊亦都向大家问好啊，大家点啊？当下呢一刻啊，我好好啊，我有爱自己。哎呀，咁你点啊？咁样，咁其实三分零钟嘅片段就好似讲佢喺唔同嘅地方生活嘅一啲点滴啊，咁样咯。其实
好好生活化，冇乜嘢。有啲你见到系啊，我都见到系啊，系啊，行下街、啊，我觉得几特别、啊。如果佢自己有份制作嘅话、啊，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佢用紧佢自己嘅一个 style 去 present 翻佢自己。咁同、人哋点样去睇佢咧？去拍佢又即系自然唔同啦。更何况即系佢有相当嘅阅历嘅时候，跟住再用自己嘅一个 angle 去出发，话翻俾大家听。我又觉得呢一个嘅问候啊，佢对大家问候都几窝心啊。系啊，系啊，同埋见到佢。他那個的片段當中他都笑得很開心、真的、你知道、其實、明星都是人來的，那見到報道說他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，不同的人生的經歷，那都見到他很鬆容，其實都、因為張曼玉那種靚、正如你所說是真的，他不是那些很、一見到就很作是啦是啦，好複製式咁樣，好自然嘅佢嗰種靚，係真係咁。同埋都見佢試好多嘢，正如頭先所講啦，係咪佢拍戲，跟住然之後又雖然唱歌咧都真係就備受批評啦，個聲音真係比較沉一啲啦，可能佢。不是很適合唱歌，或者不是只是把聲音那麼簡單、或者我們覺得 他演戲會比較好一點，但他就是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，也都正如、這個廣告所說，他說、生活是不是 Life is not a race， 生命不是一個競賽、我們可以用自己不同的方式、寫出我們自己的節奏，是啊是啊，好好正，是啊，真的覺得很正，因為是啊，我哋生活喺即係人生當中做女人咧，就誒、你要咁噶，你五十幾歲要咁啊，你四十幾歲就要咁，好、多規規範範咁樣，係啊，好似成日都要我哋去跟人哋嘅節奏，其實有冇聽過自己個節奏係想點咧？即係譬如好似呢個短片咁樣，如果即係佢自己去製作，佢自己用咗嘅編科，譬如可能係佢有分享到佢自己嘅一啲好幾個唔同嘅 style 啊，其實你睇到佢嘅著嘅衣著入邊，用咗唔同嘅 style， 唔同嘅可能係佢做運動嘅，可能係佢陪屋企隻狗嘅，可能係佢出去要去行街準備一啲嘢，可能係佢喺個 cafe 度寫嘢，即係我覺得唔同嘅一個造型咧，都係去做緊佢唔同嘅角色。其實我哋就可以去拿捏唔同嘅呢一啲嘅角色同埋節奏，究竟你分配幾多喺你呢個人生入邊？係啊，咁先係唔同嘅，係啊，係啊，唔係唔使等人話俾你聽，或者啊，你即系咯，三十岁之前你一定要结到婚噶啦，跟住然之后你要生仔，如果唔系你生唔到噶啦，咁样咁明白嘅。有一啲可能真系生理上嘅时钟嘅一啲嘅限制，咁但系唔系个个人都能够即系做得到。而家着有啲着重唔到，咁咪建议啊，不如你雪轮先啦，系啊，咁不如你谂下你自己想。朱子豪成日都话谂住雪啦，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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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每一个人嗰个人生嘅经历都唔同咯，咁又是真的，不過我即大家都很明白，即是要一些時間令到自己即累積到一些智慧，才可以去破解到這些這樣的規規條條的規範這樣咯，這樣，不過很開心見到，是啦，再次見到張曼玉 的面孔在熒光幕上面即出現，哪怕只不過是短短的幾分鐘在網上，但是都好啊，都好開心，好滿足，畢竟佢都係我哋成長時候經常有留意同埋欣賞嘅一個藝人，都真係嘅，靚到好似佢咁啊！已經好夠啦！你想點啊？係咪啊？係啊！你頭先都講咗啦，你話都係要我哋咧去累積唔同嘅人生嘅閲歷啦，先可以拿捏到自己個節奏啊嘛。咁啊，人生當中咧，梗有一啲跌跌碰碰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有時會經歷得好啦，有時又會可能遇到衰人啦，係咪？咁啊，遇到衰人嘅時候，或者即其實你都未必會知道自己遇緊衰人嘅。係嘅。咁啊，發生啲事啦，咁好多時就好睇嗰啲女仔嘅性格，多數都女仔。我会觉得是特别容易付出的，他们会比较偏向是爱付出，所以有时很多时候受伤的就是自己，未必一定是说哇，为什么次次做受害者都是女仔的，其实是因为可能他们另一面的特质就是很愿意付出，这样无啦啦讲话愿意付出，因为有时真的看到很多新闻都是哇，女人啊，为个男人啊，点样挨啊，点样努力啊，成啊咁样，跟住其实都系佢哋付出嘅一种，但有时咧付出得太盲目啫。系啊，爱情就会令人盲目噶嘛，系咪？即系我哋成日都咁讲噶嘛，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咁啊，虽然有可能有啲人。
你要爱晒佢嘅臀部啫，系嘛？但系呢啲咁嘅事真系比皆是嘅，真系好老实讲。尤其是咧，你知道我哋即系近日啦，讲得最多就系嗰啲系啦，咩咩咩咩 cryptocurrency。阿 JPEG 嗰單嘢咧賭啦，係咪？你仲係一種賭博嚟嘅，啱唔啱先？咁但係賭嘅除咗呢啲虛擬貨幣之外，大把嘢可以賭啦。係啊，中意賭嘅另一半，哇！真係好難揀算咧，真是係。嗯，你有冇遇過一啲身邊真係好難賭嗰啲人啊？嗱，咁我自己咧身邊都有遇到過一啲即係爛賭嘅人嘅。咁曾經啦，細個嘅時候都遇過一個男仔啦，喺我讀緊大學嘅時候，咁咧我認識佢嘅時候，我哋喺馬會認識嘅。咁喺馬會認識嘅話，咁啊當然啦，馬會啊離不開都係啊，第六合彩啊、買馬啊、買波啊咁樣啦。咁但我嗰陣時係翻 part time 啫，咁認識咗一個男仔啦。咁嗰陣時咧佢都有即係比較少，但我知道佢鍾意踢波，咁就冇留意佢呢去買波嘅情況。咁但係呢即係後來我哋開始拍拖啦，咁跟住之後呢佢又開始呢去賭埋一份，跟住呢就慢慢見到佢呢係賭得越嚟越犀利，越嚟越犀利。咁所以呢有一次係即係大家要用電腦，咁我嗰陣時讀緊書啦，咁我又要用電腦呢去做功課喎。咁跟住呢我就即系话啊，你用完个电脑未啊？可唔可以俾我做一阵功课啊？咁因为咧，佢话佢买唔到一场波，跟住之后咧，系咁我攰做功课累佢嘅，咁所以咧佢就喺度大发脾气啦。咁嗰一刻咧，我就觉得哇，都几得人惊喎，即系个性情突变喎。咁我谂到咧，就系会令到人哋有呢一种咁样嘅问题喺度啦。咁点解会无啦啦提起呢一样嘢咧？因为即系最近都睇到啲 articles 啦，就讲咧话即系一个老公啊烂赌死性不改，咁、那个太太啦，咁佢忍足13年到最后咧，终于都系离婚收场。咁、那个女士亦都系觉得要更加为咗个女啦，所以要决心离开。咁因为赌瘾咧，其实真系好难去 stop 佢哋，好难去制止佢哋啊。咁更何况即系佢哋个 marriage 中间13年，咁我谂佢忍嘅时间都忍得好多啦。同埋你赌。如果佢係自己好有 discipline 控制到、啊、我用我自己嘅錢去賭嘅啫，咁梗係冇乜問題啦。但如果你賭到自己嘅錢都冇埋，跟住仲要去借完，跟住負債累累，跟住又牽連到屋企咧，咁樣其實咧，我諗嗰個對屋企嘅傷害係真係好大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呢一個太太咁樣去決定離開啦。咁佢為咗個女決心離開，亦都搬開咗，咁又冇乜共同嘅財產㗎啦。咁所以咧，都唔需要對方負責一個嘅赡养費。咁咧，即係所以即係呢一個爭議就令到大家開始去討論啦。哇！啲男人咁㗎，啲男人咁㗎。咁其實我覺得賭係真係好差啊，因為赌钱是一个无底深潭啊！一旦你有这个瘾的时候，特别是小赌就说可以怡情，但是多数大赌都是因为输钱皆因赢钱起，赢了少少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有彩数，跟你就一路继续去扑赌下去。但是始终赌都是庄家赢，多数都是庄家赢得多，所以变了一路去有这个沉迷呢，其实是很影响个破坏个家庭关系，甚至乎可能你说两公婆本来最基本就是因为有爱在这里，连个爱都没有，因为他那个赌字可能是大过个爱，那就会变成很辛苦咯，即是那个相处。所以这里都感受到那个太太呢一定是即是很难过对于这些事情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会觉得啦，一定要控制啦，同埋其实而家即系坊间都有好多一啲譬如戒赌嘅机构啊，咁都有话去帮助大家、鼓励大家，咁但系无奈嘅就系、是、都系嗰样嘢咯。你越系即系嗰、那个当局者迷啊，自己都未必知道自己原来已经系沉迷紧一样嘢，咁所以你肯听人哋讲咧，都好重要噶。希望即系呢个
太太佢可以咧，既然做咗一个即系新嘅决定嘅时候啦，咁佢又可以咧好好咁去爱护自己，保护个女啦，跟住之后咧，令到佢自己亦都可以重新揾到自己嘅价值，去过好佢嘅人生啦。哇，系啦，真系呢段婚姻其实都系好令人担心啊！可能都真系吓十几年系嘛，咁但系你谂下佢可能认识佢另一半嘅时候，佢并唔系咁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佢唔系有呢个赌瘾噶嘛，可能就系有唔知啊后天嘅原因咁啊，引致到佢染上呢一个恶习。其实即系同有好多咧成瘾嘅问题一样吓，赌系其中一个啦，有啲人可能买嘢啦，有啲人吸毒啦，甚至乎系中意睇我唔知啊咸片啊，诸如此类，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嘢。你认识佢嘅时候，你真系唔知噶嘛。到你认到你同佢一齐发展感情、建立家庭嘅时候，咁跟住系啦，去到呢一个嘅情况，咁到底系点咧？即系讲起赌咧，你真系讲得啱啊！真系，即系呢个系一个无底深潭啊，系一个黑洞嚟嘅，完全系。系啊，同埋你又会越借越多，你心红，因为你以为你觉得你会赢翻噶嘛。结果咁真系输咗，咁点啊？系啊，系啊，赌马啦，系啊，赌马啦，买六合彩啦，赌波啊，等等嗰啲咧，其实都有好多，或者去即系、就是、去赌场啊，赌啊都有好多。即系你都分享咗你个诶，唔系话你自己啲朋友系嘛？读书嘅时候，我曾经嘅一个男朋友嚟嘅。哦，我哋识嘅时候就我翻 part time 喺马会翻啊嘛。咁嗰阵时我系推呢个 telesale 嘅啫，我连六合彩都唔识买。啲人问我点样画画，都唔识嘅。其实我到而家都唔识嘅。我系唔识买噶。系啊系啊，嗱、啊，你话男朋友都容易啲搞啊，系咪啊？即系我容易啲搞嘅意思，我未同佢有任何可以容易啲撇脱嘅。系啦、啊，正式嘅关系，咁我要即系同你分手都相对即系比较容易少少啦吓，即系照咁讲。当然你话我好爱佢嘅，我好难分开嘅，咁呢个就另计啦。但是如果他真的成日要你填氹啊咁样嘅话咧，咁分手是不是一个你其中一个嘅考虑啊咁样啦？但系真系结咗婚，无论男男女女都好啊，即系面对呢个状况咧，系好难面对嘅。同埋佢，你同埋你系唔知佢喺咩阶段会出现呢啲咁样嘅情况。嗱，我真系好彩，我冇试过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另一半啊咁样啦。妈咪佢哋咧就即系做发型屋啊，咁所以咧就好即系见尽好多即系唔同嘅人都有，赌钱嘅当然都有好多啦，佢哋自己都会有时都玩一下啦。我唔系好中意讲咩小赌怡情嘅，因为我好怕人赌钱，亦都好憎人赌钱。咁你因为可能咧有时听佢哋讲，你见尽有好多唔同嘅嘢发生，好似有个 auntie 啦，佢哋识即系有个人客嚟嘅，好有钱嘅嗰个太太，咁都退咗休啦，当然。六七十岁嘅都已经，咁啊喺加拿大生活，咁冇做嘢，咁又唔知有三四个仔女，咁啊每一个仔女总之就每一个月都有俾啲家用佢啦，咁样，每人都好似都俾成两千蚊加纸佢，你谂下一个好多，系啊一个老人家，你话每人，我当佢唔好多啦，三个仔女嚟，两个都好啊，都够晒啦，蚊系嘛，系啊，咁仲头先我都讲啊，佢自己生活其实真系无忧，因为佢真系有钱太太嚟嘅，但系咧，因为咧。冇嘢做啊，咁所以咧就见到啲老人家都成日去赌场嗰度咧就系赌钱嘅，因为佢哋即系好方便啊，有旅游车车你，跟住又车你去玩，服务好好嘅，超好周到。你啲赌场又唔知几啲香港人翻大陆揼骨一样嘅，就好方便嘅。你完全都唔知道几多点，因为赌场冇窗噶嘛，系嘛？咁我日头去玩到夜晚，我点知道我喺度磨烂只磨几耐啫？系咪？咁跟住然之后咧就，总之就成日去，咁啊。哇！佢竟然赌到咧，有一次佢其实都唔系有一次嘅，其实有好多次都话啊，我不如俾只玉戒指你啊，不如我俾只俾条钻石链你啊，阿彭太，你借住啲钱俾我先啦、啊，咁样。哇！即系佢要典当啊，咁样。哇！咁我妈咪初初咧都唔知道有啲咁嘅情况嘅，后来发觉咦有啲唔妥当喎，点解系咁咧？就知道佢原来系因为赌钱赌到冇晒钱啊，咁样。咁所以佢本来初初就其实系佢借俾佢啊，好啦，我帮你谂下办法啦，咁样。咁啊试过一次之后就话嗱，那个人话唔再借俾你啦，嗱你唔好再系咁噶啦。
總之呢而家呢就我唔會要你啲嘢嘅，你亦都唔好再係咁啦，得閒呢你過嚟我陪你傾下偈呀，咁樣即係慢慢慢慢慢慢就令到佢去帶佢返教會啦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，係呀冇錯。咁但係即係可能 Auntie 嘅生活真係比較苦悶，因為啲仔女都大咗啦。咁同埋因為喺加拿大係咪呀，加拿大佢又真係悶得滯嘅，有時如果佢冇多啲啲興趣。咁同埋呢其實即係或者係咁講，就算有興趣都好啦，物以類聚噶嘛，你成班都一起去賭場嘅，你結識嘅就係嗰啲去賭場嘅老人家咁。咁慢慢慢慢形成咗一種習慣，其實佢都係想揾啲細藝揾人陪下佢啊咁樣咯。咁啲細路都冇辦法嘅，都係一路咁樣去塞錢俾佢咁。咁佢嘅另一半都有同佢一齊去嘅喎。咁呢啲係啊。你又点解得甩呢？咁佢啲仔女知唔知佢？佢佢啲仔女都知嘅，但系即系好似妈咪中意嘅，咁咪唔紧要咯，再俾多啲佢度啦，咁俾多啲佢咯，咁咁咪变咗一个恶性循环咁样咯。即系所以面对呢啲咁嘅情况，系啊，咁啊翻嚟我哋再讲啦，系啊，到底系啊，你会点咧？你会系啊割席啊，系啊，定系唔系？要不离不弃，咁系啦，等佢有一日能够浪子回头啊，咁样啦，点样理解？系啊，即系另一半吓，如果染上一啲嘅人，包括赌瘾，要点样咧？点样面对咧？吓，呢啲故仔其实都要真系好多，我哋翻嚟之后同大家一齐倾下，一件好。